女人为了独吞200万美金，竟要将丈夫杀掉。不料打斗声却引来了儿子，为了不让儿子担心，女人关上了房门。可就在她回头时，却发现本该躺在地上的丈夫竟不见了。就在女人疑惑寻找时，一双黑手突然从衣柜伸出，掐住了她的脖子。可尽管拥有穿透物体能力的丈夫，却不是战斗力爆表的女人对手，被按在床上死死掐住了脖子。眼看丈夫就要窒息而死，危急时刻儿子突然出现，打断了女人。见状，丈夫连忙将手伸进女人体内，强烈的痛楚让女人瞬间失神，最后被掐住脖子晕死过去。这时儿子见状，还着急的想看看母亲，可却被父亲一把抱走，因为现在他的母亲已经变了。原来女人体内竟有着双重人格，人格一妮奇掌控着软弱的一面，人格二杰西卡则是暴力和视钱如命。为了200万美金，杰西卡甚至出卖了丈夫，让他被关了足足20年。可她没想到丈夫竟利用超能力逃了出来，于是为了彻底将丈夫杀死，女人用200美金买了把肯塞拉 320Z， 这把枪即便是在400码的距离也能轻松洞穿防弹衣。可有了武器的女人却找不到逃跑的丈夫，不料这时儿子却因为担心母亲安危，竟半夜偷偷打电话给母亲。只见他小手往电话机一抹，原本需投币才能拨打的电话，此刻却能免费拨打。好家伙，这一家子竟都拥有超能力。很快儿子就将他们所在的位置告诉了母亲，殊不知这操作差点害死了他父亲。刚要开车门的父亲突然被一枪命中，强烈的痛楚让他瞬间倒地。可这时他却还不忘叫儿子赶紧趴下，但没等丈夫爬到掩体后，紧接着又一枪朝他脑袋射来。好在关键时刻他发动超能力规避了伤害，同时趁机躲避到掩体后。眼看丈夫已经躲起来，女人丢下狙击枪换成手枪朝他们走去。可当女人赶到时，却发现丈夫已经带走了儿子，这让她愤怒地摔碎了车门。但很快逃跑的丈夫就察觉到自己快不行，于是他连忙将上衣脱下，随后嘱咐儿子朝原来的脚印往后退去。很快丈夫就找到了一间林中屋，利用超能力他打开房门，从里面拿出来一些包扎用品，可没等他将伤口包扎就晕死了过去。而另一边女人也追踪了过来，但却因为丈夫的反侦查丢了线索，看着被鲜血染红的衣服，女人断定对方没有跑远。不料这时一声声响打断了她，是儿子在呼喊她。女人闻言立马朝儿子跑去。 That's hurt. Where is he? In there. He's bleeding. Bad. 可就在女人打开房门时，等待她的却是一击铁铲。看着掉落在地的手枪，丈夫连忙捡起，不料却被女人一脚踢飞300米。见状儿子连忙上去劝架，可杀心上头的女人竟一把将儿子推飞。看着儿子发出痛苦哀嚎，丈夫连忙跑过去查看伤势，而儿子的受伤也成功让女人的第一人格妮奇苏醒。她看着儿子因为自己受伤，内心十分愧疚，同时也清楚不能让第二人格杰西卡继续下去，于是她朝着一旁巡逻的佛波勒走过去。